苏家传苏主义，先来大家做一个报告台，大家跑一下过来去。各位，咱屏东，咱所有的乡亲长辈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咱有信心无？有。咱一定会打赢这场战斗。咱拄啊，咱的潘明安立委有甲咱讲，讲咱若看到遭车祸，咱就分两道的鼻仔声，安尼阁无够。咱希望除了鼻仔声，咱来阁花竞选，竞选这两字就是咱大家要追求的目标，对唔对？所以咱即马阁提一遍来，遭车祸，较大声，遭车祸，遭车祸。收起哦！咱沿途咱就是要发出对收起王馆长竞选的愿望，尤其是这段时间，有影亲像潘立伟甲咱讲，国民党用尽各种的手段来去破坏咱收起王馆长，一种愤怒的声音。咱嘞，咱也是街路进来时阵。咱就大声甲喊出来，发出对国民党的骂哦，咱内心的不满，安尼好阿无？所以咱嘞，咱爱讲有件事，但是咱的事起来足烦，咱沿途行，脚步爱非常的坚定，一个对一个，一个甲一个，安尼手牵做伙，牵手来支持做起哦，所以。对面啊，在开始，当然咱就爱个积极来咱的所在来替伊抢票、购票。但是今仔日个人气势，咱就爱躲开。如果咱在你行的中间，啊，大家拢黏黏啊行，这个势就做袂开。我来甲大家报告，今仔足侪媒体拢伫对咱这个队伍，这媒体随时将咱去行，这种精神透过电视。来到全国和其他的县市，大家会去比较，什么人的声势较好？我相信，咱屏东人输人唔输阵啊，对唔对？所以咱今日就要开始来出乱，伫要出乱之前，请大家都爱听咱的指挥官沿途甲咱指挥。